出了什么他的个性，所以把这边挂号起来，愁眉苦脸止不住两泪交流，挂号写上什么三藏的性格。三藏的性格，好，那我们昨天有说到章回小说最后面的时候他都要怎样，先休息一下，所以他要讲一句什么话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。那请问欲知是什么？想要知道。那后事呢？这个后事是那个后事吗？不是哦，这个后事是什么？后面发生的事情。好，来把它写下来，将来的事，就是后面的故事或是将来的事情。他说如果你想要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就要听什么，我下一回的分解。这里的分解是跟你们自然科学到的这个分解一样吗？不一样吧。这里的分解是什么意思？解说的意思。好，来把它写下来，分解是解说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你看哦，他跟你说我们这一回呢就暂停到一段一落，先不说后面发生什么事情，让你们想象一下，期待一下。你们看卡通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说明天同一时间敬请收看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
三个相濡以沫。写好了吗？好。那如果我把三点水换成什么？守护。那请问，它可以有两个音，第一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什么？抹。可以有什么造词？抹布、抹灭。为什么抹？抹灭什么意思？消灭。对，消灭、消去的意思。抹灭或是抹除、抹去。那你们有吃过抹茶口味的东西？有。好，也是这个抹。那如果呢？我当四声的时候，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成语？拐弯抹角。那什么是拐弯抹角？有没有可以告诉我？好，句意。对，就是说话怎样弯弯曲曲不直接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请帮我看一下成语大观的第十四个，帮我全班念一次。沿着弯弯曲曲的路走，比喻说话不直接了当。好，很好，帮我写上拐弯抹角。饶命、饶恕、富饶之外，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